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凯，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个运动相机界的神器470 Pro。 它最大的一个优势呢，就是它可以伸长到270公分的长度。那把第一节给拉出来，它有三段，二代的话它有三段可以去做一个调整。最长到270公分，那你要拍一个团体照或者是一个伪空拍的效果，它都可以轻松达成。接下来我就拍一些画面给大家看看吧。Go！现在是最短40公分的长度。现在是自拍杆拉到270公分的高度，那大家可以看看一下这个270公分高度的效果。以上就是简单的270 Pro 的分享，虽然270 Pro 已经出了一阵子了，不过小凯呢最近才购买这个棒子，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效果咯。喜欢我的影片，欢迎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拜拜。